即将开始。好，南方选手是新民高中的张伟航，对上的是红方选手竹威高中的林少安。南方选手相当的强势啊，对，两方都不甘示弱。哦，南方选手抓到了红方选手的头部，好，是否要做一个背控？得到了两分。现在时间剩下上半场的最后一分钟，好，现在比数2-0，新民高中张伟航暂时领先。把红方选手推出界，得到了一分，现在比数来到了，刚刚的攻击没有给分，现在比数依然是3-0，由蓝方领先，时间差最后的20秒，做一个拱桥，收到手了，再一次就比赛结束，再一个，哇，比赛结束了，9-0，蓝方获胜，恭喜新民高中的张伟航。